先来干一杯啦，好不好？ Yeah! 来看一下大家平常都喝什么。天哪，健康！欢迎大家收看《废废聊日剧》。大家好，我是屁呀，我是小思，我是定维，我是梦梦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卖什么最好赚之 AV 帝王。全裸监督呢是改编自风俗纪实作家本桥幸宏的传记小说，他是有《百元之恋》的日本电影的导演叫做武正晴拍摄的，所以其实大家会觉得在看这部戏剧的时候会很像电影。他就是在讲述日本80年代的 AV 导演村西透的人生，描述他改变日本 AV 产业的传奇故事。大家给的分数是几分呢？这部日剧我给他 7.8 分，有一点七八感，是不是？其实我觉得它的设定上非常的好看，然后很抓眼球，可是在那个人生起伏的过程后面看的会有一点疲乏。ようやくまとまった金が入る三段がついたんだよ。腻了腻了，你可以吃便当了。等一下，便当也是很符合剧情的。哎、欸，你很专业。轻枪轻枪轻枪，换定位好了。我给他 8.5 分，这个是我看过的所有日剧里面，我自己觉得规格是最 top 的，包括角色人物的一些塑造啊，然后他的配乐。你上一部日剧是不是很久以前了？我跟你讲，我其实平常没什么在追日剧，我上一部日剧是。半泽直树第一季，对，第一季。来，我们换小四。我其实给6.5，当然里面是日本人的新鲜面孔嘛，所以就会觉得就是还是会很想看下去。只是到 FBI 那个阶段，我真的就很解哦，很出戏啦。那个制服就你就觉得好像，你觉得那制服就在西门町租得到？对啊，我应该是跟定伟差不多，就是8.5。哎，真是 give me five， 耶耶！我个人是觉得，就是村西透这个人角色塑造来说，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。Fantastic， 山田孝之真的演得太好了，会演，而且他长得又很猥亵，所以但是他年轻的时候是美男子哎。如果是山田孝之，就是跟他一起 do something 这样子。对对对， do something， do something。那当然可以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不行啦，是要有感情，而且毕竟我老公现在就是在旁边。糟糕，我老公不在家啦，所以我觉得整出戏里面最吸引我的角色是阿明。对，春熙本来就是很有魅力的嘛，他就是一个梦想家，对。但是跟着他要一起做这些事情，然后帮他解决很多问题的人，我觉得阿敏会让我觉得很有共鸣这样子。是很需要阿敏还是？也不是，我不需要他。大家有没有比较喜欢哪一个角色？喜欢那个奈绪。哦，奈绪子，Naoko， 对对对，因为就是我不知道，我看剧就是会很反映自己，因为黑木香，我可能不会这样。虽然这样的，看完第一季，印象最深的是黑木香的那个，那个女，觉得她好像蛮成熟的，但结果她才22岁，这个是蛮厉害的哎，就是这个岁数，她要扮演就是黑木香那种，就是她在上节目很成熟的样子。然后你又觉得完全无违和哎、欸！我其实很喜欢黑木香的角色，超级勇敢，而且他从头到尾他没有对不起任何人。我觉得他已经不是坚持理想这个范围了，而是我做这个，我要做成一个楷模。我觉得那个勇敢是我自己有点欠缺的，就是拍一遍我是新时代的女性，没有了，没有，那就是大部分女生都欠缺的。我很喜欢那个黑木香在里面，就是跟他妈妈那一种紧张感，反正就是觉得很有共鸣。我家里我也想，因为我爸妈是老师，就是在跟他们对峙的时候，对，会有一点体质感这样子。あなたさえいれば彼との関係が続くから、私たち親子ってことより女ってことの方が大切なんですね、きっと。哦，我觉得这部这个很冲击，这一句对我来说超震撼的。我看第二季的时候啊，有一幕就是黑木香他的戏，他离开村西透，他不是跟化妆师他们一起住吗？可是他其实内心有非常多的遗憾，他觉得他跟村西透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这么的互相信任。那个时候的配乐我觉得很屌，因为那时候一歌一出来，竟然是 Billie Eilish 的《When the Party's Over》。那梦梦有吗？有没有喜欢哪一幕？
对，就是他那个脸就是已经蛮胖，然后占满了整个荧幕，被压制在地上，然后就说了那一句。死にたくなったら下を見ろ。お願いる。他是那种你抱怨个屁，我比你还要惨100倍。对，别怕，你的底下还有我。对对对对。你还在那边，所以我觉得很屌。真的要说让我印象很深刻，应该就是他实际上看到卫星电视的那个接收器的时候，他觉得哇，怎么会那么巨的那个瞬间，すごすぎる。对，就是会有一种未来感会很强烈。不觉得村西透这个人啊，其实就我看完了，我其实并没有喜欢这个角色，我也没有。我觉得他很多，我知道，因为你觉得他是渣男，不是？真的很渣哎、欸，这样不行啊！那为什么不喜欢他？因为他其实很多时候他都非常顺着自己的心意走。しかも飛行機をバッと飛ばして。上空でセックスするんですよ。其实有一点点自私，我觉得是因为他是艺术家的关系，他想要做到这样，他就是要这样，所以其他东西他都没有办法兼顾。最后一题想要问大家的问题，其实是：如果你今天接到 AV 帝王这个剧本，你愿不愿意出演？我要先回答，因为我最简单。小四来，我还是单身，我还是比较好。是怕嫁不出去、啊、单身才好吧，无后顾之忧啊。等一下，但是确实这一次演那个真理子这个角色的女演员，她也有担心过万一拍了这部片，因为有全裸的镜头，对于她的未来的家人可能会有一点尴尬、哦、但是你知道身为一个专业的演员，我不是专业演员。这一题她就可以 pass。 我是唱歌的，我误入房间。这个就是艺术，艺术。所以你我也会演。好，老实说，因为我现在是一个音乐剧的演员，对，我通常在演的时候呢，我还要加上唱，我会更有安全感。就给你那个角色可以边用边唱歌啊，那女生吹笛子就红了。嗯，你绝对可以。我直接 RMB 转业。Oh, I'm coming. Oh. 好赞哦。Yeah, 真的是乱搞。那梦梦呢？如果单身的话，你觉得应该可以？我觉得我可能会考虑耶。哦，因为他就是一个太好的机会啊。那因为我妈妈也过世了，比较没有后顾之忧。A B 帝王应该算是跟 A 片有关的内容里面，就是品质画质最清晰的一个作品，大家就自己去细细品尝一下啦。A B 帝王，干杯！